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， 还有 Discord。好，今天天天姐优胜再临手游，在微信官方2月25号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呢，预告了这个周年庆的活动哈，轮回之外，宿命之中。那这边主要就是有新角色啦，然后跟一个新的戏剧图一周年庆。那后面会有一些预告策划的这个首次的直播，好，那直播会有一些感觉是爆料之类的吧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。好，再来是全新的阴灵，第一个这个是罗火嘛，然后对嘛，是罗火吧，对，是罗火还伏羲，罗火啦，对，有蛇嘛，罗火没错没错。好，那这个是尊天启之河共赴轮回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天涯共此时。第三个，道是春如阳，山是问长情。然后再来是时装哈，好，等一下，这是三个角色的意思吗？要出罗喉？这个海上生明月，海上生明月。是龙叶吗？不太可能，因为寒神姐还没有出十字星。那还有谁跟月亮有关系的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寒神姐、阴千阳跟龙叶，然后在一个月亮底下讲话，屋顶上面，我也忘记了。哦，那个没有啊。另外一个最有名是风寒月跟阴剑平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真不知道是谁。道是春如阳，山是问长情，这个是谁？高皇君？不可能吧！哦、完了，我完全没头绪哎。还有哪些原作角色还没出啊？神魔之中都是真印吗？还有吗？好像只差真印，对不对？我想不到了。如果是反派的话。反派，我也想不到反派还有谁了。好，我真想不到，还是这是原创角。好，不知道。好，后面这个比较重要，全新的时装爆料。好，第一个，我承诺将永远对你忠诚，感觉就是冰离。然后另外一个，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，我觉得是霍勇。但龙墨浅深，这紫风吧，感觉很像紫风。嗯。好，在此后余生，请跟我一起活下去。理由？理由吗？好，再来是双倍跑遍的活动哈，会有增加双倍跑遍的活动，然后全新的玩法，然后后面是直播这样，然后直播会有一些全新玩法跟新一年全方位爆料、周年福利这等等的。然后我看到这个啊，这两个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。如果有玩过《幽城幻剑录》的人，然后你也有那个攻略本的话，你应该有记得霍庸跟冰里有一个就是结婚套装吧的那个戏剧图。然后在巴哈的一个文章里面有一个观众，不是观众，不是观众了，就是有一个这个人叫风秀，感觉他的贴文回复的时候呢，他有贴攻略本里面，然后其中一页。叫音乐制作说明这一栏哦，有没有霍庸跟冰里的这个结婚套装？这个对吧？结婚套装吧，你们觉得很像吗？有没有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我觉得挺像的啦。这一个霍庸这个是让我想到这张图的，因为我幽城没有攻略本，我幽城幻剑录最后买光碟，没有买到攻略本。然后冰凌这个就不太像，但就是一样啊，就是婚纱的概念啊，感觉是婚纱、啊，对啊。霍庸这个是很明显，你看这个很明显，所以我猜应该是霍庸的新时装，他一上来就有这个新时装吧，结果是夏侯仪，我觉得是霍庸啦，我觉得是这张图，然后这张是来自巴哈的这个风秀，感谢你。这张贴文就是记得第一次接触天蝎姐的感动吗？这张，然后底下有个贴文，这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
那就是情报就是这样子啦。那另外这三个图片我真的不知道是谁，这个是罗喉吗？出罗喉也太扯了吧。好啦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对，就这样。那今天的情报就到这边啦。喜欢的频道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就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